就没手了，干嘛还硬要带一堆肉粽？好，他也不解了。啊，对嘛，就比较忙啊。投票前如果比较有空再回来。即将抵达终点站南港，下车时请记得。儿子啊，他这天气很冷哦。需要什么呢？要记得多穿一点衣服哦。我都说了哦，先进来了。好好好好，麻烦你，麻烦你，谢谢谢谢。要不要妈妈帮你寄一点厚的衣服上去啊？妈，你不用担心啊。儿子啊，你有要回来吗？可是我买不到车票哎。妈，今年可能就没有要回去了。为什么回个家这么贵啊？最近家里还好吗？还可以啦，比较担心你的钱不够用。没关系，你有空再回来就好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前进区。阿伦差不多了，来帮忙出菜。好好好好好，麻烦你麻烦你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你最近没有回家？妈，我只休平日。坐客运的话，就是回去就要再回来了。你可以坐高铁啊。高铁很贵哈，而且离峰的时段也没有比较便宜。哎，对妈，下礼拜可能比较忙一点啊，没办法回去投票了。嗯，好。哎妈，生日快乐。他寄给你的东西，你有没有收到？好好好，有收到就好了。没有啦，就想说帮你补一下啊。吴医生主张高铁才浮动票价，增加离峰优惠班次，让国家资源照顾每一个离乡背井的家人。别犹豫，回家吧。